这么卖力又这么用功的主持人，要不要给他掌声多一点？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从中作梗，我妈妈不答应我们两个在一起，否则我真的会选择她。因为我妈妈占有欲太强了。我也要跟大家隆重介绍，我妈妈来到台南古都，跟我们这个日本的京都是一样有文化的。我妈妈来到这边，也就是希望能够像认识到像郑里长这么优秀有为的男朋友。郑里长，这是我的父亲大人，请掌声鼓励一下。你跟大家挥挥手就好，你干嘛来这里？你干嘛来这里？那我现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杨店长，介绍了骆总，其实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店，在符合日本京都大阪关西料理当中认证正宗 DNA 的这个应该算是总料理长，我们要来一起欢迎这个，是哈萨卡拉桑，你来下你吗？啊，我们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料理长让大家来认证一下，然后什么叫做正宗日本关西？其实关西你就想要 Osaka 跟那个 Kyoto。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台南就是我们台湾宝岛的 Kyoto， 它是一个有文化、有底蕴的，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那今天呢，这么好的一个缘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品牌刚刚好跟我一样岁数，都60岁了啦，所以要掌声鼓励干狗这个品牌，能够让我在这个时间点一期一会，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我又刚刚好。我等于是搭了这个便车，然后我要非常感谢骆总经理，他特别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等一下呢，要请所有媒体同业，我们先拍，把所有最重要的这个我们的行政高级主管一起拍，然后跟总厨，我们就跟料理长一起拍，让大家看到我们所有团队，因为我是因为你们，我才有机会来加入这个团队，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所有最好的安排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因为这一切所有的种种，大家都会知道，这不是刻意能够缘木求鱼得来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遇见啊。那我们现在就隆重的来欢迎我们的哈拉卡拉桑。哈萨卡拉桑，有故事吗？哈萨卡拉桑，哈萨卡拉桑，あの挨拶は皆さん、話しください。大家好。今日はご来店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この先生と一緒にこういう会をできて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で夜は、私どもの料理をぜひ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们只需要证明他真的是从日本日本卡拉来，我们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吧。这很重要，然后我能够跟我们这个料理长大家一起同台，然后一起来为同样是六十岁在一甲子功力的这个日本正宗的关西料品牌，能够在台湾来展开，未来还要服务更多的朋友，所以廖理长他非常应该是任重道远。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请骆总一起，我们大家先拍个合照，然后骆总您点名，还有像杨店长大家一起来，来，我们先进来，先拍个照片。副总，哎，杨副总、谢副总、杨店长，然后大家先一起来，来，杨店长来，来，你在中间，您在中间，好，来，慢打，
食物，好不好？来，几盘食物。然后我们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下午茶点心嘛，我本来以为说，日本人顶多就是给我们一个勇敢嘛，就是羊羹，没有哎，他还好多哎，他居然是把最传统，而且最日本，最应该是说最礼尊的一个排场都帮我们安排到，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再给我，我也要。我们为了让拍照呈现更好的画面，我们摆盘的时候呢，拿盘子的时候稍微斜斜一点点，斜斜的，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摄影师捕捉到更完美的画面。来，麻烦尊，这边哦，走。这边也要一张，来，大家看这边哦，来一二，来一二三，再一张，来一二三，再一张。